比我的脸还要大，好可爱哦。磨出了婚姻的感动。圣心老街早期因为铁路的兴盛而繁华，百年历史的铁道风华，古朴的客家风情，让这座沿山路而建的小村落拥有独具一格的吸引力，让无数旅人慕名而来。虽然每到假日人潮熙熙攘攘，一旁店家里来去自如的街猫却慵懒而缓慢地享受它无拘无束的生活。好客的店主人亲切的招呼，走进这座山城老街，你会发现这里慢活而直朴的生活步调，让原本浮躁的心情也跟着融入这种缓慢的氛围。想避开人潮的喧扰，建议挑个平日前来。如果静下心来观察，会发现这里的每个不起眼的角落都有它的独特及巧思。圣心由于地势高亢，早期樟木丛生，曾经有16座樟脑蒸馏寮，故名16份。这里有承载着上百年人文历史与记忆的旧山线，有极具特色的自然景观。虽然铁路已在1998年停驶，但随着旧山线铁道自行车的开通，也带动周遭的新景点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。转型观光有成，也让这里风华依旧。圣心365无休市集是新兴的景点，为协助当地青年的创业梦而生。红砖建筑的门前有一个荷花盛开的小池塘，雅致的田园美景让人很难不为之停留。Broken promise, being honest with the truth. 如果梦想有形状，那就是圣心365的样子，是官网 IG 主页上所写的成立初衷。一群回到家乡找寻机会的青年，将他们的手作工艺品展示在此，集结了职人们的力量，让他们的梦想能在这里被看见。店里展示的手工艺品每件都是独一无二，也有专人做介绍。若是有到圣心来旅游，别忘记来这里逛一逛。我们来到圣心365创业基地，那这边呢，刚刚店员告诉我说，都是苗栗当地的青年他自己做的手绘的东西，然后摆在这边的无休市集来卖。那我买了一张
这个手绘的明信片，还有这个两只可爱的棒棒糖，我觉得他们这边的棒棒糖买回家摆在桌上看都很赏心悦目哎。保留完整的月台及轨道，与一旁的红砖老房相伴，木头圆柱沿着铁道整齐的排列，像是尽责的卫兵，始终坚守着他的岗位。走在这个早已不复使用的旧月台，仿佛也跟着走过它的历史轨迹。以往停放火车的铁道上，由铁道自行车取而代之，也庆幸圣心车站能转型为观光车站，才能让旅人们得以看见它的风华再现。在车站旁边坐落了几家咖啡厅，你可以在这里品茗、放空，沉浸在老车站的怀旧风情。建立于1906年的圣心车站，外观为日式虎牙形的木造建筑，曾经是西部纵贯铁路的最高点，至今仍保存着旧时的风貌。车站前有一处虎泉水井，是早期居民取水之处，现已不再使用。整个圣心车站及老街处处可以看到岁月的痕迹，保留完好的供旅人感受它的怀旧气息。当然来到这里一定要坐上铁道自行车，来一场旧山线的穿越时空之旅。我们今天来到苗栗圣心车站，要来骑旧山线铁道自行车，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取票，我们出发吧。提醒大家，来之前一定要在官网事先订票，以免项鱼。有安全守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：第一，放置好包包之后，请记得调整你的座位；第二，系紧你的安全带。如果卡住了也没关系，只要重新再拉一次就可以喽。记得哦，我们在全程行驶中不要解开安全带，要注意安全。出发了。
乘旧山线铁道自行车。那今天选择的是 A 路线。那这个旧山线铁道自行车是我每一年都会来一次的景点哦。之前呢，我们搭的有 B、C 路线。那 B 路线的特色呢，就是从圣心车站一直到龙腾断桥，然后 C 路线的特色呢，就是从龙腾断桥一直到后面的鲤鱼潭。那 A 路线是我最后的一块拼图，今天就把它完成起来咯。器具的部分，啊，这是雷波，它是手拉胚陶土制作成的。这是雷棒，雷棒是苦茶树枝制作成的。那雷棒的部分，它有分圆面跟平面，等一下就用这一面比较圆的地方去磨。好，那磨的时候你可以这样顺时针磨，逆时针磨，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做翘的动作，因为雷波它底部比较脆弱，翘下去的话会破掉。嗯。再是材料包的部分。好，这是茶叶、芝麻、南瓜子、花生。那这四样是需要用磨的，黑糖、玄米、雷茶粉这四样不用磨。那我们等一下磨的时候，只需要动用到这五样就可以了。嗯哼。那第一样，我们先磨茶叶，茶叶磨好再磨芝麻，以此类推。那记住哦，是一样磨好之后才能继续磨下一样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开始做客家抹茶体验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放入这个是茶叶。咦，这个是没打开的。茶叶其实不好磨，因为它好容易跳来跳去。黑白芝麻，这边呢，好，开始咯。磨芝麻就可以闻到那个芝麻的那个香气出来。芝麻或者是花生都会有香气。好，这比较滑滑去，比较好。那就可以两只手，两只手磨吗？它是变成粉状 才算好，对不对？是你看不到它的颗粒，看不到它的颗粒，对，就可以这样。
所以芝麻是最难磨的，因为它颗粒比较小。真的耶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小，不是很好磨。你看我们刚刚到现在已经磨这么久了，它还是没有很均匀，所以要慢慢的把它磨得均匀。磨这个，你让我想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想到什么？你对你老公的爱。怎么说？要有耐心。我觉得应该是我老公对我的爱要有耐心。对老公的爱要有耐心，还要细心。慢慢的呵护他。对，慢慢的呵护他。所以你就闻到一股香味，嗯，然后越沉越香，对，所以磨这个擂茶的过程还可以延伸到夫妻之道，夫妻的相处之道。没错，这是我今天的感悟非常深。像摸完你，等一下喝擂茶之后手应该会抖吧？可能会。等一下我看拿吸管给你喝好了。你手断不起。我可能今天我的那个这两个肌肉有锻炼到，明天会很酸。等一下吃晚餐的时候，你拿筷子不知道会不会发抖？那就变成你要喂我吃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他真的跟婚姻一样，必须要慢慢来，慢工出细活，慢慢磨，两个人互相磨合，慢慢的磨，磨到最后越沉越香。我觉得真的是被你讲到的，一碗擂茶磨出了婚姻的感悟。它是有顺序的，对，从颗粒小到颗粒大，就像人生一样，都会经历过一些磨难，从小到大，慢慢小小大大的，慢慢的，而且还不能心急。当你磨细的时候，等一下喝的时候就顺口，婚姻也是一样，要磨到一个程度了，一直看着也顺眼，就像喝擂茶一样，也很顺口，吃好，然后又香。那你现在跟我磨这么多年，有顺眼了吗？可不可以换一个？我情愿砍掉重练。时间有，它有粘在这上面了。你看这样的力道才够啊。嗯。你的角度不对，力道不对。你看我这样磨，整个香气就出来了。所以这还是要两个人一起做比较简单。真的。比较容易一点。轮流。一个人做不行。团结合作。就是我们刚刚一起共同完成的擂茶，那你看它的上面帮我们加了一些应该是玄米粒，然后加上这一个，他说叶子是可以食用的，那我们来试喝看看，是不是跟我们刚努力这么久之后，是不是有得到更香的结果呢？我是请他帮我做成冰的擂茶，然后我们先来试喝一碗试试看。刚刚这样子这么用心的研磨之后，现在喝到的口感是很细致的，没有喝到颗粒感，所以我们刚刚的努力是有代价的哦。我们今天的擂茶 DIY 挑战成功。这趟旅途中，我看见了，不管是百年车站还是老街，都努力地坚守在时光下，蜕变后更显魅力。就像擂茶的制作，必须经过一番坚持和打磨之后，才能萃取出的甘甜。我是米菲，我喜欢发掘旅程中的小美好。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跟着我的视野一起看世界。